我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你为什么要选这首？是有特别的意义吗？因为刚刚唱了一首叫《想见你，想见你》，其实我心里也是有一个很想见到的人，对。然后，这个人就是我，就是三年前就已经去世的爷爷，跟别人的爷爷不太一样，因为他双目失明了十多年。在他印象中，我可能还是一个小孩的模样。其实我对他是真的是有遗憾，因为在他最后病危的时候，我没能看到他，因为他在就是 ICU 的监护室里。我现在我有可能心里都在想，一个盲人有的时候闭上眼睛，他当时是多么的无助，没有安全感，边上没有任何一个我的家人。我现在就在想，如果当时我在现场的话，我尽管能跟我爷爷说一句，我说爷爷，我在呢，我在呢，你，他有可能身就是世界都亮了。但是我当时因为没有办法，没有在他身边。我现在想一想，这都是我的遗憾。我能不能再唱一首歌给我爷爷？我想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能看到所有的一切，能看到所有的光明，他的世界不再是黑暗了。对，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，来，有请欣欣。那么亮，却那么冰凉。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，却覆盖迷障。白月光照天涯各两端，在心上却不在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。路太长，追不回月亮。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像流亡又忍不住回想，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，你的捆绑无法释放。谢谢，爷爷，我长大了。对不起，我那个，我其实今天我第一次听李清一在大上唱歌，以前我没有听过他唱歌。我其实也是从小跟爷爷奶奶的感情特别好，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爷爷过世的时候我没有在身边，他一唱歌，就是相同的那种情感就会调动出来，你就会觉得，当你今天很好的站在舞台上，你很动情很光鲜的唱歌，可是你心里最爱的那个人，他可能看不到，你只能换一个自己的方式唱歌给他听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歌手的力量，是一个好歌曲的力量，他传达的是最真挚的情感。我真的被感动到，谢谢你。